请坐。大人驾到未曾远迎，请多多恕罪。嗯，坐。哎，请问刘公公他老人家身体可好啊？好。自从武宗继位以来，刘公公专以风花雪月来迎合他的意思，由此可见，京都方面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了。 是的，刘公公洪府七天，登基继位，旦夕可行啊。只是，兵部主事王守仁这个匹夫，一再在武宗面前上书直谏，多少总是个麻烦。武宗会听他的？当然不会。 日前已将他挺让武师，折为贵州龙场一城，往龙场去，地区荒凉，人烟断绝。我们何不在路上就把他？这点刘公公早就料到了，可惜晚了一步，王守仁居然在中途投江死了。哦，那刘瑾专权，密谋叛乱，武建军被折。 为保身报国计，假意投江。现在已经由钱塘方面逃入福建境内，隐居武夷山中。而今而后，凡武广胜派英豪，仍需以中军锄奸为志，主力移驻临江，由同兵指挥。王守仁书。 各位，这么说，王大人的绝命诗和随江漂浮的衣冠，都是故意的安排。
来掩饰奸人耳目的。 钱塘江，伏尸未曾发现，倒也不足为虑。不过他手下那帮广胜派的叛离乱党，反而日渐嚣张。最近在临江一带火药的甚是厉害。曹大人的意思是，呵呵，临江县虽然不属于桂堂的知德范围，但是桂堂眼线密布。 量也不至疏忽，况且刘公公对桂堂栽培牲口，期望颇高啊。是的，请大人转呈刘公公，就说消除临江县乱党一事，紫荆堂一力承担。嗯，很好。不过据我所知，广生派向来神出鬼没，而且个个都是武林高手。沙堂主，你可要小心行事。嗯，曹大人，请放心。 谁不知道你是家传名刀，用不着偷。既然不怕人偷，为什么老选这些荒野的地方来练功呢？唯有这些地方才跟我相配，孤独、荒野，不受人注意。全紫金堂的弟子，算你风头最健。你还说，那是过去的事了。过去、目前、往后，在我爹眼里。 你都是顶尖，少了一条胳膊，分量究竟不同。就因为少了一条胳膊，老朋友又怎么样？就算你是我爹的女婿，人家也会说我爹不应该偏心你的。回来了，八成又是你的差事。 我们紫荆堂既然承担了这个使命，就得出奇制胜，保持我们光辉的荣誉。童贯，他是在临江县生长，这件差事我交给他去办，该是驾轻就熟的。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。凤凰，你反对？不，爹是一堂之主，有什么事当然由您来做主。不过，紫荆堂的门徒不只是童师哥一个人。师父，所谓手心手背都是你的肉。 这种立功的机会，为什么不让我们大家分享一份呢？既然如此，我让你们公平争取。你们一起上，好，来。
还有谁上？啊，我。我来。童师弟，这么多的木刀都被你砍断了，你说怎么办？乔师兄，你用那把钢刀也可以。好。走了，你要是再不把话说明白，我可不让你睡觉。你要我说什么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？娶你容易，可惜养你麻烦。你是嫌我太爱讲话，不够文静？是我自己没有耐性。难道你对银翠就有这份耐性？这么多年，你还是忘不了的。小时候的朋友，多少有点怀念。怪不得你要找机会到临江县去，原来你是假公济私。临来以前，爹交给我的半块玉钱，那另外的一半呢？在谁的手里？不知道。哼，我猜那一半一定是在银翠的手里，说不定你爹早已经替你跟银翠定过亲了。不会的，定亲是喜事，爹把东西交给我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，虽然当时没有说什么。我明白，爹的心里是沉痛的。那，你这次回去就是要看看你爹？嗯，顺便看看他老人家，主要当然还是要办公事。那么，如果遇见银翠呢？儿女私情，我一向看得很淡。何况，分别多年，人世沧桑，他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。早，早。这是今儿早起我们家的老母鸡下的新鲜蛋，我捡了10个送来给大娘吃的。谢谢你了。又不是给你吃的。哦，你爹要的斧头也打好了，你带回去吧。哦，哎呀，好重啊。又不是给你用的。这么早起来了。嗯。大娘早。早。娘，银翠给你送鸡蛋来了。哦，回去替我谢谢你爹吧。
好的，大娘，我走了啊。冰儿。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，不准你跟银翠在一块儿。哎，银翠不是个坏姑娘。我没有说她坏。是的，娘。天底下想不到的事情多得很。就拿娘的眼睛来说吧，娘也不是一生下来就瞎的。你这么一个孩子，照理我应该顺着你一点。娘关心我，我知道。啊，你知道就好了。听娘的话没有错，咱们临江县年轻的姑娘多得很，你何必找这个麻烦？是的，娘。童贯说不定哪天就会回来。要是他知道，兴风作乱，到处残害官差，无法无天，为肃清叛逆，消灭败类，特此通告全县百姓，凡有通风报信者，赏银十两，如敢窝藏，定斩不论。通风报信，赏银十两，那一天报他十个吗？十个吗？十个吗？一百两吧。对了对了，一百两不就发财了吗？妈，你干什么？少胡说八道的，小心给县衙里听见了，把你抓了去。抓我干嘛？我又不是乱党。这个年头啊，黑白难分，谁是不是乱党，谁也没在头上写字啊。要是给县衙里听见了，把你抓了去，硬要你交出十个来，你上哪儿交去啊？交不出啊，给你五十大板，弄得不好啊，哼，连你小命都给送了。自古道，国家兴亡是匹夫有责，因此上，男儿要立志是尽忠报国，无奈是奸臣当道把忠良陷害，岳家军出先阵是南州凯歌。有金牌十二道，急如星火，莫须有是罪名，无话可说。瓜皮肉受苦刑，忠良同仁最可叹。忠良将士命丧风波，风波亭上雪又狂，风又大，天愁地惨。鬼哭神嚎，忠魂渺渺，父子归天无有话说。诸君听到此处，不必伤心落泪。常言说得好，路遥知马力，
日久见人心。君不见，青石上中间有别一笔不错。月无目，精忠报国流芳千古。那秦桧，万年一凑，他是通番卖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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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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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在下今天在此献丑。各位乡亲多多帮忙啊，哈哈，多多帮忙，多多帮忙，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这一位多多帮忙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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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好脸熟的，哎，老板娘啊，他就是同街药铺的邵掌柜的呀。哦，怪不得呢。人说女大十八变，现在的男人呢也越变越阴森了。可惜呀，少了一条胳膊。是童贯。哦，邵掌柜的，你可回来了。哎，铺子里买卖怎么不干了？我爹呢？他好吗？哎，邵掌柜的，日落西山，你回来的晚了一步了。多久的事情？快两年了。老掌柜的一向和蔼可亲，与世无争，哎，没想到他也会碰上这种劫数。是谁干的？不清楚，等我发现的时候，老掌柜的已经不能说话了。他致命的伤口在什么地方？在胸口上。刀伤还是剑伤？不，是镖伤。邵掌柜的，邵掌柜的，哎，这个是插在老掌柜的身上的。紫金，早就听说他是紫金堂的风头人物，干的坏事多，打打杀杀的难免有伤啊。爹，当初您跟童大爷也是好朋友，为什么不劝劝他呢？童掌柜意思坚决，一定要把童万送走。做朋友的劝不行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难道他就甘心情愿让自己的后代跟那些奸人败类同流合污？唉，反正好歹他也看不见了。现在我担心的倒是你呀。爹，您的意思是？童贯从小就跟你一块玩，他又回来了，万一跟你有什么纠缠，你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你说我这新娘子好看吗？哪里遇酒见人心，君不见轻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我是想请你把这些铜钱开口。开口？那不是成了杀人暗器了吗？你也识得暗器，你做不做？小店只做农具，不做杀人的东西。那你拿的不是剑吗？想见吗？丁儿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娘，不相干的。是个迷路的。银翠，你把什么给砸了？大叔，我是童贯。听说你回来了。哎，里边坐吧。好。银翠怎么不记得我了？你们都长大了，初次见面难免有点生疏。
这次回来，你爹坟前有没有烧过纸、祭过香啊？我正是为这件事情来找您。家父平白无故被人残害，您总该知道点前因后果。我不清楚，自你投奔紫金堂以后，我们很少来往了。为什么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什么事情吗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童贯回来了，你应该开心才是。你也知道他回来了。紫金堂的高手，童家药铺的少掌柜的，谁不认识呢？今儿早上他来过你家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从小在一起，玩过泥，爬过树，扮过娘子，拜过堂，这次重新见面应该是认真的了。不，你弄错了，他是来找我爹的。我没弄错，你爹不点头，童家的花轿怎么来抬？这个媳妇儿又怎么进得了门呢？小兵哥，你捎个信儿给他，他要是真想娶你，就安安分分的在临江县待着，若想依仗紫金堂在此为非作歹，我随时会要他的命。小兵哥，把我忘了，还有什么好求的？我求你离开此地。为什么？有人要杀你，我不能不告诉你。那么说，你倒是挺关心我的，还是心疼他？我一来就听说你跟铁匠铺的少掌柜很要好，你说，你心里究竟向着我？还是向着他。论情，我向着你；论义，我向着他。好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！难道你就不能深明大义？我只知道父亲的嘱咐，师父的恩感。你的师父不是神，你爹的嘱咐也不是圣旨。紫金堂到底是做什么事，你心里应该明白。你是在教训我？不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为虎作伥。端人饭碗受人管，没有办法。难道你就不能改头换面做点别的？染缸里泡久了，再漂也是黑的。看来我们之间真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。这样也好，免得我拖泥带水的，心里老是牵挂。啊，
冰儿，冰儿，没睡、啊。嗯，三更半夜的，你又上哪儿去了？我心里烦，随便走走。听说最近外边乱得很，你要小心点啊。我知道。别以为自己会点武功就不在乎。当初我要是知道你偷偷的去练武，说什么我也不准你去。娘，我是为了防身才练武。防身。有时候会武的比不会武的更容易招祸。就拿佟掌柜的来说吧，当初要不是他，哥去了不少日子，怎么连点消息都没有呢？广胜派的首领并不是泛泛之辈，佟贯这次奉的使命，擒贼先擒王，所以棋逢敌手，难免要费点周折。那你为什么不多派几个人跟佟师哥一起去呢？哎，人多嘴杂反而误事啊。可是好汉架不住人多，爹，我倒替佟师哥担心了。你放心，他是我们紫金堂的高手。慢慢讲。好，要说到广胜派这些乱党，我们县里可多着呢，就连老掌柜的被害，八成也是他们下的手啊。妈，你以前不是说过乱党的事不能乱讲的吗？哎，少掌柜可不同啊，少掌柜的是紫金堂的人物，势力要比衙门还大呢。少掌柜的，就因为你是紫金堂的人物，他们杀了老掌柜的，不就等于杀了你的威风吗？白大娘，我们少掌柜的脾气不大好，你可不要乱说啊。哼，笑话，谁不知道我白大娘有一句说一句，有名的心直口快。再说我又不拿少掌柜的银子。说吧，他们是谁？少掌柜的，银子我可不一定要，就冲着老掌柜的，我也不能不说。到底是谁？名字嘛，我可说不上来。反正，自从老掌柜出事那天起，此地就突然出现了好些生面孔的人。哎，我还看见他们在万花楼喝过酒呢。哎，来来啊！哎哎哎！哎，再给我炒几个菜，哎，来两壶酒。哎，好，这个菜不错，照这个来好了。好好，一定不会错。钱。
少掌柜的，人不亲土亲，再怎么样我花九姑总是向着你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肯说呢？哎呀，你可千万别听大娘胡扯呀，她这个人呢是专爱造谣生事的。闯荡江湖的朋友离不开茶楼饭馆，我就不相信你这店里没来过陌生可疑的人。话是不错呀，每逢有客船到埠，上我们这儿来喝酒的客人可真不少，生的有，熟的也有，可是他们哪个头上也没刻着字啊。你叫我说谁好呢？你放心吧，以后我只要一发现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人，我一定会去告诉你的啊。老板娘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情，挺奇怪的呀。什么事啊？自从少掌柜的一来啊，常在咱们这儿说书的那个人就没露过面啊。哎，今天也该到了呀。最近童贯活跃得很厉害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这小子跟了我一天，害得我绕了老大的圈子，怎么都甩不掉他。本来我想把他干掉，想了想还是把他带回来了。对，这小子受了童贯的收买，知道的不少，赶快招出来，童贯究竟知道多少，他预备怎么对付我们。三姨饶命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的。呸，你当我们什么人呢？算了，还是等头来了再解决吧。彭少将军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各位久等了。九江河安庆方面的情形怎么样？哦，紧得很，到处贴满了告示向我们示威。有的县份受到了刘景的收买和紫金堂的压迫，胡乱抓人，残害良民。哼，这批丧心病狂的奸党总有一天会倒下去的。大明朝有的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，他们早晚都会站起来的，同心合力保国除奸。哦，对了，童少侠，这里正有一个奸党等候你来处理。哦，小兵哥。小胖子。小兵哥，原来你是他们的头啊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实在不是奸党啊，我不过得了铜冠一锭银子，他说要我在河边等那个说书的，我足足等了三天三夜才把他等到的。他说要我盯住他，我就盯住他，
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现在，你什么都明白了。宰了他算什么？慢着，小胖子，假如我饶了你一命，你回去怎么说？问你的嘴。小兵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堵住嘴的，我就跟哑巴一样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知道你是好人呢。少侠，这种小人怎么能信得过他呢？就因为他是小人，不忍杀他。何况童贯找的是我，早晚我也得会一会他。小胖子，小胖子，少掌柜，你等一下，快说是谁给你的银子。怎么回事？我不能说，我发过誓，赌过咒的，我不说。小胖子，站住！你要是再不说，看老娘不揍你！乖儿，快点告诉妈，你到底发过什么誓，赌过什么咒啊？啊！我不能说，我发过誓，说了就会烂舌头。不得好死！哎，傻瓜，我们家供的是姜太公，百无禁忌呀、啊！真的，妈还会骗你吗？快告诉妈，到底是谁给你的？小兵哥，胡说！他怎么会给你银子呢？他把我说出来，他就是广胜派的头。出来了，你猜广胜派的头到底是谁呀？是谁？他就是小。小胖子，怎么回事？小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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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胖子。掌柜的，你可来了，今儿个要喝点什么？喝人血。哎呀，伙计，哎，算账。我来算。
到这儿去休息吧。
来自铁匠铺的邵掌柜，来抓药还是来杀你？阿金就不会派你这种高手来找我。我找你很久了，用不着找，时辰一到我自己会来的。拼起来。这两半玉钱是你们的父亲特地留下，日后你们兄弟见面的凭证。娘，你从来没告诉过我，我还有个哥哥。我也从来没听说过我有兄弟。那时候你们都还小，大人的苦衷就算是告诉了你们，你们也不会明白的。尤其是冠儿，你父亲对你用心良苦，期望至深，他送你入紫禁堂并不是出于他本意，完全是受了杀金的逼迫。你是说我师父？表面上他们是好朋友，其实骨子里他们两人志向不同。当他知道沙金受了奸人的收买，要扩充紫禁堂，他虽一再劝解，沙金非但不听，反而恨在心里，差一点反目成仇。
当时爹为什么不跟他拼了？唉，苦在你夫妻的武功差他一桩，而且他知道杀金的为人毒辣，一旦成仇，不但自身难保，连冠儿的性命也不会留下。他为了保全一切，不惜被人唾骂，不惜把自己的亲骨肉送进火坑。你说的可是真话？唉，我挨苦受难到今天，就是因为受了你父亲的嘱咐。他要我在你长大学成之后把真相告诉你，他送你入紫金堂不是为非作歹，要你另树一旗，以眼还眼，以你学的连环道法对付紫金堂，消灭奸党。不，不可能的。你还是不相信呢？你们父子的性格倒真是一样的。你也该相信了吧。娘，虽然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多少年来我一直把你放在心上。是的，娘，我相信。好，冰儿，娘，临江方面盛传县令上司公悬梁自尽，广胜派气势嚣张，已经到了杀不尽斩不绝的地步。沙堂主，曹大人，我不知道你个人有什么看法。我想等两天看看，要是童贯再不回来，我沙静亲自出马。哼，只怕等你出马为时已晚。曹大人的意思是，紫金堂属下弟子是否人人可靠？万一童贯叛变，与乱党勾结，哼，谅他不敢。生活还托你照顾了。哎，你们放心的去吧，一切有我了。娘，嗯，我们去了。好，好，你们去吧。
二师弟，你同师哥，我这辈子对你有愧。三师弟，事隔多时，不要再提了。不是我妒忌你，是在师父他要我这样做的。杀进你好毒辣的手段。大哥，你去召集兄弟们，我马上到紫禁城去。啊，你单人匹马，你不要管我，快去。好，我一定尽快来接应你。童师哥，范琼是你杀的吗？不是，仇刚杀的。那也是你爹的命令。不，你不能再回去了，爹已经对你发生怀疑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启禀堂主，童贯回来了。站住！童贯，你还有胆子回来？一来向师父交差，二来讨回血债，为民除害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全给我想开。
父亲输给我就是这一招，他突然改变态度，命你来此学艺，我不得不防备着他点。哼，今天你休想活命。
本想为国除害的，没想到却报了复仇。一步了，大哥。